代太高。一元粉丝卡要过期了，我知道。那我们今天开呀，还是明天开？明天开吧，行不行？明天那个一元粉丝牌给咱开了，因为一共也没几张，一共就两张。明天礼拜五。明天开，今天没钱，我去搬砖。你就应该去那个手游里边多抢抢现金红包，1块还没有吗？1块我在手游里边我都能领到，我自己都能领到。来把什么呢？要不要跟他换一手？哼，不换是吧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差一点没选上啊，惨！谢谢手游哥粉丝一的蛋，我捏的甜蜜礼包，谢谢。没事，就这么地儿，狮子狗就狮子狗，狮子狗出点啥呢？没有木印了，怎么办呢？幽梦啊，穿甲啊。那打啥吧？那个鱼行，我尿个尿。耶，洛克萨斯之闪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
军出击。准备好了就上。来了。他不会在草丛里吧？哎，哎，你有什么可以逃脱？哎。哎，他闪现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兵线炸了呀？谁兵线又炸了？刚来谁的兵线又炸了？你直接上去打他，你怕啥呀？真是个弟弟，这真是个弟弟呀、啊！大雁群狼，我又一份收藏品。哎呀！那怎么了？干什么不补车？病乱了。游戏结束，游戏又结束了。好的真快呀、啊！
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又来了。问号呢？那血流血肯定流死。我寻思我能不能回个血什么的？看不懂，一层血都泡啥？你先把你那个数学给我学好了啊！你先自己把那个底下那个进度条回放拖一下，你自己看看几层血度。你看了两层，那就没那么多话了吧？有梦现在是主动的吗？没改。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呀？准备好了就上，费劲，一套瞄不了。
得打他两套可以。真他妈烦人呐、啊！嗯，真烦人呐、啊，这白银。啊！那就是没完没了啊。玩游戏13分钟，2分钟一趟。你整个小兵，你是不是觉得那卢仙是个瞎子？这不给个助攻，这还放什么大招啊？接手可以杀没蓝，除了平 A 就只能平 A。哎，牛！我看看啊，暗爪我不太想出，我想来个收集者。哎呀，那这过来 A 着杀了。
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My husband slain. 没办法，兄弟们，确实是没招，没有大招啊。压的是辅助啊，确实是很难玩呐。还打吧对面峡谷，还打，你妈了个逼的，你咋那么狂呢，你给我狂什么，还往出走，真是气人的。抓的我确实是有点烦，说实话。小龙我就不去了啊，不是那小龙都刷了，你不去打小龙吗，又跑上来真膈应。蓝刀在哪儿？西蓝刀青云。
是破不破剑者的问题。这是小龙刷了，他连龙都不要，他就哎，他就要往你上面跑。这刀锋还有那铠印，带个线儿怎么就那么难？好疼啊！确实是有点痛啊。别杀人，别带线了，不带，真是有毛病。不带啦，这六百想拿一下是真费劲呢。来那么快呀，我以为这波我们家必赢了呢。妮蔻大三四个都没打过啊，小龙可以打，哎呀我操，真他妈疼，不过没事儿。感觉应该能打。他把技能甩给我就能打了，小龙哎，不是这男刀伤害高啊，
其实他这装备这伤害属于正常，我们也不是啥肉。这装备杀我，这不是随便杀吗？哟，这想把这上路这二塔拆了这么费劲吗？我操他妈的！我算了，我把他偷了得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玩的太膈应了，我跟他们，跟你们这几个人玩的实在是太膈应了，玩的受不了了，我直接他妈给他推了得了，你就追吧，大傻逼，你就追吧。哎呀，真疼啊！星雨出完，我们再出个春哥。神话还不出啊？这就是神话呀、啊！哎呦，木印厉害，跑得快点。但是别打了，技能都没了，刀锋一会儿来了，别打了，就他一个呀，那给我戳死他，就他一个，他不打死他，钉有没有？马上大龙，哎，你别往我这边带啊！我可不认识你。还打呀？
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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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应该去把小龙打了，你知道吧？让他们猜。不行，让他们猜基地给我们猜没了，快点回家吧。熟练度太低了，熟练度低也没有办法呀。那最后他们一秒钟不知道选啥了，我这选了个狮子狗。